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唱作歌手 Mr. L 刘佳，我来自于北京。刘佳其实之前是一直作为一个制作人，在幕后为很多的大牌然后前辈老师写了很多歌，比如包括成龙大哥啊，然后王力宏啊，李宇春啊，然后还有快乐家族等等，很多很多。对，然后现在也是转身到台前，然后成为一名唱作歌手，所以还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。其实我转身到台前有两个原因，第一个呢，就是我觉得其实能够站在舞台上写自己的歌，唱自己的歌，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就是我自己的最大的一个梦想。还有一个就是其实为我们内地的唱作歌手争一口气，因为大家都觉得我们内地没有好的原创音乐，没有好的唱作歌手，那其实刘佳还是很不服气的，对，所以一定要站出来。首先要感谢我们这个主办方，然后非常开心，然后刘佳能够来到这个舞台展现自己。那我觉得这次其实没有任何的压力，我只觉得就把自己的最真实的状态、最真实的水平拿出来，然后希望我的声音能够感动大家，就 OK 了。